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浩，欢迎回到好兵奶。找不到犯人就随便找一个嫌疑很大的人当替罪羔羊是对的吗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这样的案件，日本的下山事件。1963年5月1日，有名叫做中田善之的女生是一名高中生，她在当天下午外出后，直到傍晚都没有回家。她的哥哥感觉到有几分不对劲，便开车在学校附近寻找，但是都没有发现妹妹的踪影，而他这份不对劲的感觉竟然就此成真。哥哥回家后发现门边夹着一个白色的信封，里面除了善之的笔记本外，还有一封恐吓信。这才知道原来善之被人绑架了，歹徒要求20万当作善之的赎金，并且在5月2日的晚上12点送到指定的地点。在看到恐吓信的当下，哥哥立马就去报警，而警方也将这起事件定为一起绑架事件。不过因为晚上12点有可能是5月2日的凌晨12点，也可能是5月2日的晚上12点，所以家中的人决定2天都去等等看，以免错过跟歹徒相约的时间。1963年5月2日凌晨12点，善之二姐带着假的20万元钞票前往歹徒的指定地点佐野屋酒店。当时大约有5-6名警察埋伏在旁边等待歹徒的取款。不过歹徒当天并没有出现在酒店之中。到了5月2日的晚上11点50分，善之的姐姐再度来到酒店，准备将钱交给歹徒。也因为前天的落空，导致警方更加确定就是今天，所以这次在他的周围安插了将近40名的便衣刑警。不久后，歹徒终于出现了，还与善之二姐谈判了许久，大约10多分钟后就离开了现场。警方随时利用警犬展开搜索动作，发现歹徒有往几个方向逃逸的迹象，其中一条路线是跑向附近的养猪场，不过线索就此就中断了。警方并没有成功抓到歹徒，也没能成功将善之带回家。24小时之后，传来了令人心碎的消息：5月4日，有人在霞山市内的鹿间川附近发现了中田善之的遗体。根据法医的结果表明，善之生前曾遭到男性的强奸，因为在他体内中检测了男生才有的遗体，在指甲缝里面也有找到犯人的皮肤屑，而死因则是遭到了凶手用手闷死的。但是听到这些事情，就足以让旁人奋起了。但令人更不解的是，遗体出现的地点旁边存在着一个被差别部落。何谓被差别部落？简单来说，江户时代的身份制度当中，处于最下层位置的人们就会居住在部落，而部落居民的职业多为处理死去的牛马尸体、皮革制造，有时还会被强迫从事逮捕罪犯、处刑的工作。虽然明治时期政府曾宣告废除身份制度，但是社会上对于这些人的歧视仍在，而且在过去这身份是会世世代代传承的。中田善之的命案也因为与被差别部落牵扯上关系，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。霞山市的居民常时歧视隔壁的被差别部落，在事件发生之后，不少人认为歹徒肯定就是来自这个差别部落，警方因此跑去镇压歹徒逃亡路线上的养猪场相关人士。这间养猪场不但是位置落在了田中善之的家与佐野屋之间，就连养猪场的经营者、员工也都是被差别部落的人。警方同时还清查当天出入部落的青年，调查这些青年的行踪与血型，并且收集笔迹鉴定的资料。警方认为该部落的青年石川义雄现有设有重嫌。5月23日，警方逮捕了石川。为何警方认为他设有重嫌呢？由于石川义雄在此之前曾涉嫌偷窃友人的工作服，并犯下暴行以及恐吓未遂，而且曾在养猪场工作一段时间。由于被害者身上的精液是 B 型血型者所有，而养殖场员工中血型是 B 型的正好只有石川一人。此外，石川的笔迹也与善之哥哥收到的恐吓信件笔迹十分的相似。在搜索石川家时，还发现了跟死者脚踏车后座橡皮带一样的东西。种种的外部迹象都让警方更加认为石川一雄就是嫌犯。此外，对石川进行测谎时，只要他面对警方询问，遇到有关于娱乐币被害人等多个项目的问题时，就会表现出异常的反应。更奇怪的是，石川身上竟然有许多他人的毛发。看到这，各位一定会觉得，既然有这么多证据指向石川，那么警方应该可以顺利将他逮捕吧？然而事实却是，这些证据的力道不足以直接定罪石川，仅仅只是类似于很像的程度而已，而非完全证明他就是凶手。因为这个缘故，警方并不能以涉嫌杀害中田善之的名目逮捕石川。于是警方采取了一个绕过司法的险招，他们用石川过去的偷窃、暴力行为逮捕他，并将石川留在警署内进行测谎、侦讯，想要逼他承认罪行。不过即便如此，石川也表明了人不是他杀的，甚至警方完全不采纳他的证词。经过一个多月的审问后，1964年3月，石川一雄正式被起诉，同时法院立马判处死刑，
对此判决时装肯定是不服的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根本是被警察设计陷害，完全否认所有的罪行。而且为石川所辩护的律师团队认为，石川的自白与客观事实上有非常多矛盾的地方。而与此同时，日本民间也慢慢展开救援声援石川的活动。其中，部落解放联盟认为，石川义雄从被警方逮捕到被法院起诉审理的过程，无处不充满社会对被差别部落的歧视。部落解放联盟的宗旨在于解放这些长期以来遭到歧视的被差别部落。而石川的案件也成为部落解放运动抗争的重点。石川的案件经过多年的诉讼，从原本的死刑接着改判无期徒刑，最后在2018年9月获判无罪。然而石川在这个过程中也在牢中度过30年的时光。既然石川无罪，那么到底谁才是杀害中田善治的凶手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无法解决。1988年吉卜力工作室推出著名的电影《龙猫》，然而有人认为龙猫就是在影射狭窄事件。尽管吉卜力工作室已出面否认，但就像神隐少女当中出现疑似九份的街景一样，龙猫和狭山世界的确有许多的巧合。比如说在龙猫电影当中，曾经出现贴着狭山茶字条的箱子，并且龙猫登场的地点是所泽市，距离狭山市仅有3-4个车站的距离。此外，龙猫片名的日文是隣のトトロ，意思也就是邻家的龙猫。而且前述吉卜力工作室出面澄清的时间是5月1日，正好就是中田善治失踪的那一天，也是他的生日。诸如此类的疑点还是有很多，对此网络上也有不少的阴谋论。不管龙猫到底有没有影射狭山事件，本身就是战后日本许多冤案之一，可说是一面照妖镜，映照出警方在调查程序上的疏忽，以及社会对被差别部落的歧视。由于收证的问题，不仅没有找到真凶，让中田善治无法瞑目，也影响世间关心人的一生。他因为青年无辜被关30年，反映的不只是一个女孩的悲剧，更像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黑暗面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小铃铛。有任何想与我们讨论的，都欢迎在下方对我们留言。每个6都会推出新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